十条内裤，你怎么好意思呀？咱俩是买内裤的关系？内裤？怎么着？你们俩这是要合起伙来开服装店呀？你是事儿精吗？十条内裤，你怎么好意思呀？咱俩是买内裤的关系？内裤？停下停下，忙着呢，别扯淡。听这声音，肯定戴着口罩，估计今晚又有的他忙了。琼姐，你完了。我完了没用啊，关键是陈麦冬还好模好样的呢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不喜欢你？应该吧，至少没那么喜欢，否则早有表示。你还想让人怎么表示啊？都让你买内裤了。所以啊，你觉得把我当女人了吗？倒也是，这帮男的脑子都怎么长的呢？没事儿，反正我也要回上海。真上心了倒麻烦，就当个能聊天的朋友处吧。哎呦，这内裤挑没完了是不是？行行行行，你还能再大点声。本来就是啊，跟个变态似的在这挑半小时了都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没经验吗？那谁能想到男人内裤款式还这么多？你就给他选个号，这四角的，这三角的，你都给他来几条不完了吗？你来，这不挺好看的？这不也，怪不得挑没够呢啊！给他选一个。哎，哎，你们也认识啊？铁。啊，上次没来得及自我介绍，崔哥。那男的啊，三十大几了，说自己来自中医世家，随身带着好几个人。还有，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吗？崔哥。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谁起这名儿啊？哦，大哥的哥，歌曲的歌。你喜欢这样的？你才喜欢这种。没穿过。我来帮你吧。哎，不用了，碰上了，挺巧的，吃个饭吧。是你个头啊！